科幻小说描述了未来的多种可能性，用想象力构建了无数个未来世界，它们色彩各异，形态万千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那里的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，借助于科技的力量，人类能够为自己开拓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。这无数个想象世界中的一个将变为现实，成为我们的未来。也许在那样的世界中，人类仍然会面临来自社会发展和大自然的更多的挑战。我们也必须接受未来的挑战，用发展来解决发展遇到的问题。